大家早，现在时间6:39。昨天晚上我在研究一些东西，差不多2点钟才睡。我本来以为今天可能会起不来，但是还好，那个黄宝琴跟黄宝健啊，5点多就起床了，在那里一个要喊奶奶，一个要开灯，所以我这边就准时起床，没有错过火车。大概睡3个小时，其实是有点累，但是也还好。我知道了，上车。哇，今天太阳蛮大的，不错。